其实都蛮轻松，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，而且我是第一次在好像是室内，但是因为很多场，那可能就是很像一半室内一半室外。那我觉得特别精神，因为夏天很像就快来了，那我觉得整个人都会很活力很动力。那我觉得今天就是走得蛮轻松的，而且因为有很多 professional 的 model 在我旁边，那我觉得是比较轻松很多。其实可能真的刚刚有一些掉脸，就是我不知道走的方向怎么样，可能真的不是很专业的模特，而且之前也没有留意到原来是最后芥末还要彩排，因为我之前有彩排，就是没有彩排芥末，那就可能就出错了。但是我觉得还好，就是比较自然，而且很谢谢另外一个模特Lisa S， 她很好，就是帮我走芥变，那我也很感谢她。